没有，那个是给观众做的。观众，观众。我这边看到一个男生在过来这个东西。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小西安联合公司注册制见证陈伟俊以及吴欣怡小姐的注册办理。恭喜两位在今天2022年7月30日，本来是26号啊，在马六甲新安联合公司注册制注册。也要谢谢各位亲戚朋友包容出席并见证这辈子能迈入人生另一阶段的喜悦。首先，让我介绍一下马六甲新安联合公司。我们的天后宫庙在楼上的3楼，等下注册了，我们也欢迎你到楼上3楼去拜拜一下妈祖，顺便在楼上拍照，因为楼上的景色很漂亮。你们没有来过的，等下一定要上去。你是当家的是吗？是。你要上去楼上拍一些照片，很美的。那么根据马来西亚1980年婚姻法律规定，男女结婚一定要注册。早在1980年以前，结婚没注册可以的。1980年过后结婚一定要注册。但有的先是注册过后呢，我们就要签3份证书，这3份证书的编号都是一样的。签了过后呢，这2份是交给我们经纪人去保管，这份白色的，你们的表格、你们的报生纸、你们的 IC， 还有两位证婚人的 IC 呢，我们都交回去 ICO 的 JBN， 你们是在 ICO 做的是吗？ICO 的 JBN 收你们一个20块。那个女士，我就还给你们。女士，爱看的时候有一个20分女士。那么，当我把这份表格、Photoshop IC 还有这份证书交上去之后，有关的接边的管理就会把你的资料输入电脑。过后呢，系统里面、电脑系统里面将出现伟俊的合法妻子是吴欣怡，吴欣怡的合法丈夫就是陈伟俊。但是今天签了过后，你们就是合法夫妻。那个 JBN 的官员才会把你们的资料打进电脑，明白哦？在我还没进行仪式之前，你请伟俊帮我检查一下你和你的证婚人的资料。还是这位是你的哪位啊？王文清。文清妈妈。那小姐，你就帮我检查你和你的证婚人，这位是你的。最重要是 IC 号码，名字是改的要对。可以吗？可以吗？对。可以的话就可以还给他们两位，你们两位可以可以说妈妈的名字对吗？可以，现在有情况，其实已经暂停了。举起右手，伟俊，等下我说什么你就说我愿意。陈伟俊先生，今天2022年7月30日，
你愿意娶吴心怡小姐为你的合法妻子，并由你来结婚吗？我愿意。谢谢。吴心怡小姐，你愿意嫁给陈伟俊先生为你的合法丈夫，并由你来结婚吗？愿意。谢谢。请放下。现在我们进行交换戒指，先请伟俊替心怡戴上戒指。来，辛苦了。慢慢来，我们要拍照片了。把你戴下去后，这个戒指，让我们拍一下照片。先看这里，再看这里，哈哈哈哈哈哈！看哪里吧。OK， 好，现在到心怡第五去戴。没有，还没戴完，戴下去先。戒指，你的手不要盖住那个戒指，扶着啊。对了，先看那边。OK， 好，再看这里。这样全部人才拍到你啊。OK， 好，我进，现在拿花送给你。张丽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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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张丽姐，两个先并肩，来，那个花放好一点。啊，那个口罩开掉，让他们拍一下。不然改天 baby 讲，哦，这两个戴口罩是谁不认识？哈哈哈哈哈。先看这里，嗯，先看这里，花放矮一点，哈哈哈哈哈哈。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好，再看这边，看这边，看这边，看着我，哈哈哈哈哈。OK， 好，嗯，看这些拍照的人。OK， 好，请坐先。现在我们要签证书，在还没签之前，请你静静心里看一下那个填空的时候，我们的签名是怎样的。这个是李俊宇的签名，这个是心里的签名，每个人都要签三个，我是给李俊签签名。这里一张，这里一张，这里一张，就是你的名字的下面。OK， 第一张，第二张，慢慢点，第三张，慢慢签。哈哈哈哈哈哈。还有心仪，签这里。大一点啊，我们大这边好是，我们前面还没有。看镜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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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开始就看看我笑一下就OK 好，谢谢，看见好了，又回到了花钱的地方，刚刚是有回到吗？有吗？有回到吗？你就讲了，就这样子了，一辈子了。应该啊。哎，你赚到哎！你们从交货来是吗？嗯，对。这些都是你的家人啊。嗯，家人的大家庭。大家庭。我们保险行业的大家庭。哦，保险的啦。想千万点，没关系，不重要，重要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特别，嗯，好，这个是你们的证书，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保存这份证书，两个的号码都一样的，需要用到的时候随便复印一张就可以了，嗯，特别对啦，通常以前你问你妈妈他们的时候是。对对，我的年代，现在上面可以采访，浅蓝色和红色。我姐姐，粉红色跟蓝色在这里就恭喜陈伟俊以及吴新明小姐，从今天起两位就是合法夫妻，在这里祝你们婚后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耶！我相信伟俊的家里的长辈，你也一样，他的双方的家长，你们都要非常尊重。那么婚姻是一段很长的路，希望两位好好的维持这段婚姻，互相体谅，包容对方，祝你们幸福美满，永伴终生。我们再给两位一个掌声。还有妈咪这边，耶！恭喜！